뛰어. 一般几根好料？哎，我们看到香菇了，我们看到香菇头了，真的是蓝瘦香菇，真的，这可以吗？哎，大哥，这看起来很大啊，不能吃，不能吃，坏掉了，很难吃，哦，坏掉了，不对，对不对？这个还剩壳，你继续拿，我觉得我们的篮子会变空的，干了，不行，你把不行的捡出来，把好的放回去。全部不行，全部不行哦，只有这个，这个可以。为什么？好吧，这个好像个四人份，我们就每一个人吃一片就好。那怎么看就知道是颜色？看看颜色，就是被你摘完了嘛？那我们怎么会有？所以让你们运动运动一下。运动一下，不行了，这才是对的。不行了，这才是对的。我奇怪，我怎么都找不到啊？所以你们被整了，他摘完才叫你们去。对啊，剩下都不行的。对，真的是那种被那个猴子拿掉了。哦，被猴子。对，被你要猴子，怪猴子，对不对？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接下来的步骤后，简单一点点了。简单，给我们家先把木头打洞。这个有什么要注意的？这个，就是不要吃到自己啊！不要吃到自己。聪明，很聪明的建议。帮你手打开洞。吓死我了！吓死我！这么快啊！超快！ 好像爆米花哦，好酷哦！三角，三角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第二个要找到这个两个的中间哈，这两个中间，两个的中间，这个要会，这个要会，要按照顺序。哎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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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很好玩，换你，很好玩，很好玩，欸、真的很好玩啊！对不对？不要犹豫，不要犹豫，对，小心脚啊，小心脚啊！好，你们，好，对，好爽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很有快感。哎呦，你这样打有点慢，好。这打有点慢，而且你看，冒烟嘞，冒烟嘞，你说外头啊？啊，冒烟嘞，等一下，先讲，我们讲的是菱形，哎，但不是蛇形，蛇，这是你看一条线的啦，哇哦！哇！因为我看不到前面。好，哎，那我们现在怎样？子俊。对，我们现在把这个子俊，然后我们去拿俊手来。哦，给他交给我们。可以啊。好，子俊，先把搬过去。搬过去。然后搬过去那边呢？我还以为子俊是人的名字。子俊。哎，为什么？子俊哥。这边就可以了。那为什么要放在帆布上啊？因为那个俊号我们可以把它收集起来。哦。就是确定它只能跑到这边去。而且因为那个俊是活的。那你就要在帆布上面，也不能受到别的污染。哦 ，OK， 活菌，它不然它会那个死掉。OK， 阿俊在哪里？然后因为这个菌哈，通常这个哇，你看，还不错哎。因为通常那个都是女工在做，因为这个工作相对轻松。你那个一个的慢慢给它打下去，然后我们塞在里面，塞在里面。塞满吗？塞满哦，塞满，一定要塞满，塞满很重要。它的底部啊，要到底吗？全部要到底啊！哇，底部要松的，底部是松的，底部是松的。我们是紧，像男的动作比较慢的，女孩子比较快。你这个女生就快。我们种玉米，它我们是用它的籽嘛，把它种下去，它长出来，我们可以用玉米，它本身只是有籽在里面，我们可以重新把它种下去。但是香菇它长出来，我们可以再。把这个香菇，然后长种另外一个香菇吗？可以，那个要先从培菌开始。但是我们就是分两个步骤啦，因为栽种香菇是一个步骤，是一个算是一个产业。然后培菌的人又是另外一个。
然后他们都会到那个原始林那边去采那个香菇，香菇菌种。对，然后回去培培菌，去培，然后就一个母种会培出大概。哇，就会去找香菇的那个菌，但不能乱找，因为香菇有很多你会找到毒的。呀呀呀，它是菌嘛。他们会找最健康的那个。其实的话，我们那个蜡快烧好了嘛。对，好，把蜡拿过来封。对，然后封在上面呢。封好，我拿工具给你们哈。好。还没吗？对，你先。炸鸡是要。是后面这个辣吗？好了吗？我们要过去封了。这样，别的木头跟这个冰箱都差不多吗？有些就不会长。哦，是这样。哎，小心哦！然后那边要开始辣了，小心哦！来了，等一下，我们这边还要塞哦。我们现在只塞好这边而已哦，只是把它封住而已，对不对？对，点一下就好，点一下就好。点一下，点一下。哎，没有满，要全部。没有满。哦，这样。对，就不要客气。对，要满一点。我这样叫疯了，这样疯了。哎，你不用太多，它会死掉。不用太多，那个菌是有生命的。哦，这样，你说它会被烫死吗？还是如果温度太高，比较适合栽种的那个香菇的温度是25度了。25度，这个不是快100度了吗？因为它是有表面的。啊 ，OK。就是不要太多下去，不然它会影响那个菌。哦，这样子，懂不懂？它怕它受伤了。也是温度真的蛮高的哦。它封了也是要保护它。的确好像有一层保护膜在上面，这样。对啊，酷哎！所以你说你身上如果有伤口的话，我现在帮你按一下。哦，你不是被刺伤了？有这边。哎，满清十大酷刑啊！对，这个很小心。没有啊。哦，没有啊。等一下，我那个声音呢？没有啊。哦。那就跟那个一样。哦。没有了。OK。这样对。哎，结果我们真是空气空包蛋，然后我还在那边帮你们封。好，爸爸，来交给我，大力一点。好，你看。赛德克巴莱族传统吃香菇的方法，好有趣哦！对啊，你看，哎，这是什么衣服？这个，哎，还有一个蓝色的，帅吧？这个是我们的传统服饰了。哦，那我们的传统服就是女生织的嘛。啊，女生要会织那个衣服，才可以变成一个真正的人。我不知道纹面吗？对，纹面有纹纹面，要先会织布，哦，然后才可以纹面。所以衣服很重要，对，非常重要。这里面有几种香菇？其实它的品种就一种了，就一种。但是它生成的那个，因为像。我香菇跌倒了，没关系，我来抓它。对，它品种是一种了。对，然后呢？然后它因为像人一样嘛，人就是有那个长得高的，长得矮的。哦，对，有长得帅的，长相都不一样。对，长得怪的。长得帅的。哎，长得帅的就是花菇啦。花菇啊，这个是卖比较好的价钱。像我们这种是花菇吗？这个还不是。这个花菇是哪一种？像这种啊，这种。哦，这是花菇。那我要花菇。哦，我上。但这个有裂开的，有裂纹的，急速生长，对，所以它不自然龟裂。对，但这种就可以卖的比较好价钱。哦，要比较裂才比较有价值，所以还是要比较完整比较好价钱。像这个就比较完整了。啊，像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当做大朵。你看我这也裂的，你那个太开了，这个很大哎，真的可以直接吃哦。这个可以。你这个是烤过的，我来吃一个，我来吃一个原味。确定？确定啊？确定哎？确定这个没有烤过，我吃一下。好香哦，很香哎。会以为很甜哎，你会以为它很干哎？真的啊，好吃哎。它的水分也很多哎，它很湿，它里面有水分。但是问题它没有洗哎，超香。它万一比较低的地方，这边会有三腔水路，它会不会尿在上面呢？哦，很有可能。所以你吃到的甜是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它有淡淡的甜味，香菇的淡很甜哦。我也想你看淡淡的甜味有没有？哎，是甜的，真的啦，有啊，我刚刚有吃啊，很好吃哎，这个面很多哎，我你看外表会以为很干哎，真的，哎，说实在的，椴木香菇价钱会高不是没有理由，你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？为什么你不用那个什么太空包就好了？
不是有太空包吗？那个口感差太多了。口感差很多哦，口感。你想，就是如果植物它是吸收木屑的，跟吸收整个木头的那个营养，你就知道它长得哦哦。我觉得那个香菇特别好美。哦烤过好吃是不是？我你家己做，要烧骨啦，会烧不？没烧啊。哎，哎，过的水分更出来了。对啊，超好吃哎。他烤的时候放水是不是？加一点那个盐巴，它可以。啊呜！哎，烤过怎么会这么好吃啊？哎，烤过好喝哦。这些黑的不用洗吧？那个味道都开了哎，真的。只有地不要吃就好。我跟你讲，要烤，地不要吃就好。烤完之后味道不得了，真的。而且烤完之后更 juicy 更水。对啊，很 juicy， 好脆脆的哦。嗯，哎，所以椴木香菇要耗费多少的人工，跟多少的步骤？对啊，这个不是说我们搞干而已，还要放很多时间跟感情，它才可以长出一个很漂亮的香菇。真的，嗯，它在地头不吃了吧？地头就不要了，因为地头那边后面有菌。哦 ，OK， 请问一下，这几天的第一天你做了什么？第一天我做了什么？我做了好多事哎。想不到呗，是不是？整个这样行程下来，我觉得最棒的是，其实那些过程、那些辛苦，到最后你回想起来，你都会充满一种很感动，然后就是一种在过程中学到一些什么，的感受。然后特别，我觉得特别印象深刻，就是我们去帮忙卖鸡蛋糕的时候。哦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那么多，尤其是看到路过的人，他们看到我们在干嘛，然后知道我们是为了他们在做鸡蛋糕。为了帮他们就是多卖一点，然后让他们可以早点休息，然后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来做这一些这么棒的事情。对，然后一下子就卖完，那种秒杀。对，就那种正能量，我是觉得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我感受到是满满的爱，就是让你从就是天堂回到了人间，真的是我们这就是一个人间的家，回到人真的去体验到真的大家怎么样生活，怎么样为了自己未来的打拼，怎么样努力的在呼吸。2020最新时尚配件哦哦哦，好痒哦，好痒哦！会动的树根，假肢钉，它是母的。你怎么知道？竹节虫都是母的。什么意思？它大部分都是无性生殖，母的一直生下去，一直生下去。我以为你是这样看的。对啊，看到了。对啊，母的一条根，母的。哎，有啊，走不完。过去了是？哎呀，我走不完。有没有过去？过去了。哎，贾志斌，竹节虫接力赛。有没有？有，过来。可爱。好可爱哦，对啊，耶耶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哎，他们要走过去，哦，走过来了，过来了，他说啊，又回到这棵上了，这棵比较卷一点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快加入！请问今晚住谁家 ？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！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都市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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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